對於今次嘅比賽咧，我用四個字形容啦：先苦後甜。其實我哋訓練之中都好艱難嘅，但係咧，當攞到呢個獎嗰陣時咧，我哋係好開心，即係覺得好值得咯。對於今次比賽咧，我覺得是獲益良多咯。在比賽的訓練途中咧，我哋遇到很多不同的食材。咁對於呢啲食材點樣處理，亦都可以增強我哋的基本功。對於今次的比賽咧，我覺得其實其他參賽隊伍都很強嘅，但我哋能夠成功咁樣贏得呢個最佳團隊獎咧，係因為我哋平時的訓練係有日子有功啦，可以話係。同埋我哋嘅合作性係非常之好嘅。呢次比賽當中咧，就令到我大開眼界啦，亦都知道咗廣西嘅特產之一係巴馬香豬，同埋呢個比賽訓練到我哋五位學員嘅默契同埋團體精神啦。咁今次咧，我係覺得真係大開眼界先啦。咁因為可以見識到當地嘅市場啊，同埋廣西台灣嘅美食啊。可以在他們當中學習到更加豐富自己的知識。